好，在这一边呢，那个唱的这个练习里面的第三题和第四题，D 的第三题跟第四题的，我做错了。OK，他在这边他说这个 parallelogram A 点 B 点 C 点 D 点是 drawing 来的，他自己本身是 drawing 来的，所以这个是 drawing。然后他要我们 redraw the parallelogram A B C D with the following n，他就是讲一笔 n 这样来画，所以他现在要我们画回的是 object。OK，这一个其实是 image 来的。OK，so 这一个其实是它的那个是放大的三倍，这样我要画回它 object 的时候，我就缩小三倍咯，三就变一，三就变一。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它其实是横一格，OK，然后这边又斜格，斜格，横一格，然后这个 n 等于二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是那一个缩小两倍，缩小两倍，缩小两倍的情况之下呢，就是说我要画回它原本的，就让它。原本的缩小两倍变成这个放大两倍就会变回它的那个它的那个 object 了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六，然后过后斜三变斜六，斜二斜四斜六这一边，然后这边二四六六个。OK，所以它这样画回的时候，它是这样，OK，好，我们继续看 D 的，它这一个是 scale drawing A B C，所以这一个其实是 drawing 来的，画出来的，然后接着呢，它要我们 redraw 这一个这样的一种东西，OK，so 还要我们 redraw 它的那一个 A B C D。它的 A B C D 呢，就是说我们要画回它的 object。OK，这一个三分之一的时候，它就是放大三倍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画回的时候就缩小。OK，两倍。OK，so 缩小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原本是斜三，横六，横二，然后斜一，那这一个是 A B C，OK，然后刚才这一个我没有写到啊，这一个是 A B C D，OK，然后这一个是它 A B C D，它原本的 object A B C D。然后这一个它是缩小两倍，所以它要画回的时候是放大两倍的，所以我在这边十二二四六八十十二，然后这一边就二四六斜六，然后二四六斜六，对，so A B C，好，就是这样。